你想怎啊？只教我就好啊，莫听伊废话。多谢你，杜斌。姐，你想要约新爷，先怪我一关。物件拢搬好。我不是要陪审。我到底要怎麼做？你才肯原諒我，我讓你跑好嗎？你現在會想要我再跟你作伙，是因為你感覺心裡很空虛，你雄雄失去外口，所以你感覺很怕，你需要的是醫生，不是我。你就是我的醫生，一開始你就是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最了解我，只有你才能医好我的心。哎，你创啥？什么啦？医生，伊痔疮啊紧啊，伊，我咧讲啊，你莫笑，是要讲一寡有诶袂来得到新诶同情。笑，我是要笑，你变怎？你耍袂啊？啊？那个鬼，结果无看啊！是啊，我袂放弃咱两个感情。你真正对你家己这么有自信，叫算家己是情场高手，会当变作所有查某囡仔心？你无爱顾虑家己形象无要紧，莫甲别个咧拖累。我到今日才发现，讲你的智慧啊，干那才一点嘛尔。杰森进前逐天咧走夜店，伊的情人对象坐到算袂完，佫上过新闻。你也莫讲伊，拖下咱万富名声。伊也想起离婚，互相是有心，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我干那做垃圾的。你佫足欢喜的哦，要替伊办婚事的。你敢安尼甲我讲话？对啦，我可能就是讲我足牛的啦。认为讲我是情场高手，会当骗走所有查某囡仔的心啦。不过迄嘛是因为我有一个好爹地，做一个好模样我看。这摆是你讲啥？讲明正在带小三咱出出入入，谁让你当我两个太太？我袂做两女朋友。看我你啊！看我你啊！啊！妈咪，妈咪，你妈也该跑了。阿公，你个听我。我已经决定啊，我不要杰森啊，正式做百富 CEO。妹妹，你给我妈靠一个机会啦！我已经给伊真正机会啊，伊无适合做咱百富领导者。受益人变更为蔡梦如，关系母女。你别装傻！都放开！都放开！都放开！啊！奴婢。想要救孟祖，就出来讲。孟祖，
是个起小心。你若是对我有啥不满，你针对我就好。你白这无关系的人是要创啥？无关系。安尼你敢有需要这么激动，搁这么坚定？未使我白走的，是你的查某囝。一张保单，就写落你的名。我连验 DNA 的时间拢省。你若是敢卡着孟茹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哎呦，我哪会去也卡着啦？就算讲要卡，嘛不是我啊。你别还想不掉去。百福 CEO 的位，我要偷偷回来。明仔，杰森不准接 CEO。我无可能接，都何文斌甲别人的决定。嘿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战争是你引起的，后果你当然家己要负责。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明仔我来得到 CEO 这个位，我即时放人。安迪，好好想一下。